接下来这首歌真的是最后一首了， Ending Ending， 天高地厚，你唱几唱好不好？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
말해. 디스 기타 힙 보리디 예스터데이 약 5천 원 있어요. 오케이, 투데이. 오케이. Within 2 days, he bought 3 guitars. Fender Mustang, and Fender Stratocaster, and also Gibson ES350. Yeah. Really huge amount. But anyway. 好, please, 进入一段, wait, wait. 好。好。 就抖，好，听我说。去年就像刚刚Tommy讲的，去年我是跟Tommy一起，我们到东京，然后看了很感动的韩永龙的演出，然后我们去年也参加了，大野先生的表演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也是不经意的说，也许明年我们可以来东京演出，结果今年这个愿望就成真。好，大家今天听得很高兴，我们都来这边，大家很开心。因为借由音乐，我们认识了彼此，拉近了彼此。好，然后这一切，我觉得，我代表新乐团，我们要在这边感谢我们的大爷，都走。然后在这边呢，大家有带手机，有任何可以记录今天这一个。瞬间一个难得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时刻，大家拿手机记下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礼物 ，We have little small surprise for you. 好，这个小小的，我们。Actually, this is yours. 我们不但要把这个吉他，我们对我们乐团讲，吉他、摇滚乐啊，我们那因为大野是弹吉他，他也弹吉他，所以我们大家在上面把我们最诚挚的感受就是签名写在上面，然后我们希望送给大野做纪念。今天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希望今天的演出，我们可以把今天在东京在这个地方的感动带到所有我们去演出的地方。那我们其实也希望我们把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也许很多各位的家乡，很多我知道在这边很多是，不管从台湾、从大陆、从很多地方来，我们也把你们那边的讯息带过来，就我们会带回去。大家都很好，大家很开心。好，换我了。谢谢。いや、全く知りませんでしたね。三本ギター買ったと思ってましたSmall surprise. Small. しかもですね、今日僕自分のバンド全座やってですね、あまりにも恥ずかしいんでね、もう今日彼ら聞いてね、もうやめようと思ったもん。もう十分やったと。僕59歳ですからね、現在ね。あ、もう来年も60代。もうやめようと。なんだけど、いただいたらまたやらないかって。哎，我们谢谢。我们谢谢大友，真的是荣幸。拍一下。好。看。中间，谢谢。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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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希望相信一个开始。然后我们也希望新乐团的音乐，因为已经走了13年，然后今天来到东京，我们希望把很多新乐团的一个坚持的精神，一个正能量，然后我们带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在这边，不管我知道在这边有很多很多，离乡背景，大家辛苦，我知道，因为我们感受到，我们就用心唱歌给大家听。然后希望下次再下次也会很多机会，也会变成定期，对，来这边跟大家报告，好，大家跟大家见面，跟唱歌给大家。今天第一次，然后很高兴。然后我们后会有期，我们下次见。然后等一下大家回家路上搭车一路路上。 然后祝大家安全，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六夜晚，谢谢。谢谢，谢谢。叮当咚，叮当咚，记得我是哆啦 A 梦，谢谢。 皆さん大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ですね、赤字を少しでも埋めようと思ってですね、 T シャツをたくさん作ったんですけど、赤字が拡大する方向に今ありまして、まだたくさんあの T シャツ、それからあの本当にサイン入りの CD ありますので、ぜひお買い得の際にですね、こちらの物販コーナーにお立ち寄りいただきまして、先ほど申し上げた